出选黄埔东的欧阳英杰。魏民主派呢讲来讲去都是得一个论述，就是说我们民建联 B 队，但是很可惜他们自己才是共产党 B 队。他们这样的讲法根本就是侮辱着选民的智慧，所以我们整个团队人民力量的团队一定会施展浑身解数或者解数去证明真真正正在这阻碍着民主发展的是他们，是不是啊？我的 slogan 是美芬与碧云都是一类人，全个香港都值得拥有更加优秀的议员。